为了让地方基础建设加速发展，立委孔文吉一连几天邀集中央以及地方机关，在花莲地区办理地方座谈。27号来到吉安乡公所二楼的清明堂举行，将乡公所也提出了10项的建设建议案，希望立委孔文吉以及与会的中央单位能够协助解决地方的需求。 这场建设座谈会，吉安乡公所提出了包括最高基本设施维持费、部落工程配合款比例、道路品质提升、殡葬设施的改善、国有土地拨用取得、增加山地原住民代表等10大建设计划内容。乡长游淑珍表示，吉安乡人口数有84000多人，是全国之冠，希望中央在经费的补助上比例能够提高。花东基金每个乡镇都是1500万。 可是我们跟其他乡镇，我们的人口数是4倍，可是我们的经费才是1500万的花东基金，所以我们并没有2份，或者是人家人口数4倍，我有10份没有，所以会影响到我们所有建设的发展。吉安乡人口数达全国之冠，也就是84000人。 吉安乡人口数达全国之冠，也就是84000人。如果以花东基金的比例，每个乡镇1500万来算，那中央的部分也以其他的乡镇市的人口数来算，那吉安乡是超越4倍的人口数，却拿到一般乡镇市的补助的标准，所以在整个建设上，我们有很大的需求，尤其是对于长期以来公部门的土地联合的排损，以及重大建设的需求，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在整个建设上面的瓶颈跟困难，也请我们的中央部会，请听到地方的声音。担任这个会期经济委员会召委的孔文吉表示，花莲县原住民人口有93000多人，是全国最多，所以在原乡建设方面，不论是工程原物料上涨，或是财政人口分配失衡等问题，造成乡镇推展的瓶颈，他也会将各项提案在下个星期立法院院会开议期间，并案来讨论。因为我们花莲县原住民的人口非常多，以南投县比这个其他县都多了，所以这个吉安乡就是
恩香报道。